你入主播界咧，你入咗幾多年啊？我就做咗10年，咁即係畢咗業10年。畢業。我係大學畢業就即刻做有線啦，我將我嘅一生青春俾咗有線啦。各位歡迎收睇呢一節新聞，我係曾美華，我係曾美華。你聽唔聽到噶？記住咯喎！你高層喺邊度？冇錯冇錯，我完成你嗌呢個。